看到的屏风尾。实际上的屏风尾。进入幻境，幻境之后呢，然后你还在那笑啊。笑是这样吗？再给你打电锅这样的地区吗？这哪是梦游啊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亲上他。啊。咱来个不一样的嘛，咱就来个不一样的岛啊！我没见着他怎么亲我呀？我这样他怎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有就碰到就好了，就不要是鼻子碰，就侧的这么碰到就行了，就感觉这样碰到。对，这个好。对对对，好碰上，碰上之后，对，这个高一点的话，你就鼻子碰了，可以，你不差这一下。会说你就多说点。你拍一，我拍一。两个小朋友笑嘻嘻。